两位教头，请你们极其认真地听好，考核内容总共有两轮，第一轮每队派出的人数最多不能超过七人，第二轮每队派出的人选同样是不能超过七人，所有人必须都出现在一次舞台上，请二位慎重再慎重。有没有人要两首都表演？我想两个都想。我想两个都想。你想两个都要？首选的话，跳舞我肯定是要选的，但是我很想唱歌，所以我这次就是想两个都上。那当时我就想两首都上。其实我两项都很想参加，我已经错过这个舞台很多次了，我不能再失去它。恭喜锁门新组胜出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组员们。上次优我小组中考核有称优的三个小组，将进行唯一最优小组的评定。接下来由那日小组进行选择。下一组徐玉安小组，加油。下一组宋文馨小组。你给我们这里提几台车。我的组员现在就是坐在那里没有办法上课，老师在给别的组上课，就是我看到我组员只能在旁边偷偷的偷着听老师在讲什么。没有，因为这个确实有一点难度，因为它是很简单的，而且是展现出来的。我不想要你们在这玩手机，我想我们欢脱的站起来，想唱就唱，想跳就跳。我们要把时间花在练习上面，最后在舞台上只能看到结果，只能看到我们练之后的样子。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坐着是浪费时间。喜欢我的人就说要我加油，希望下一次的舞台可以看见我。我就觉得没有理由不去努力，所以我为了他们我也要加油。我决定让李默、欣桐还有木南三个人，因为我很久没看到他们表演，我想多看他们表演。教头他最后选出来我们三个，其实他是打了感情牌，投的感情票，就觉得我们三个很久没有跟观众见面，很久没有上台了，所以他才做这个决定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得更努力更努力，然后证明给教头看他今天的决定不会让他后悔，然后给他惊喜。